很多小伙伴问我这么帅气的孤独不败皮肤是怎么获得的，那你们听好了，我说最后一遍，首先我们通过第一关打败天山大师就能获得一个斗笠，然后在后面的关卡里通过奇遇打败隐藏波士就可以获得无上神功，这样系统就会自动合成这个皮肤啦。这个皮肤射程更快，伤害更高，听说穿上它暴率会更高哦。现在知道怎么获得了吧，赶紧上游戏体验吧。